2000年前，八国集集，大将军曼子许以三成秦楚师，国难终平。可疆土怎敢许之？最终，八曼子以命言谢，忠信两全。 这里是江流八声远，天应于一长的巴渝大地，重庆。长江之浩渺，乌江之险峻，嘉陵江之宽广，赋予了巴渝儿女刚劲、坚韧的性格底色。这里孕育了太多英雄故事。 纵岁月悠悠，写不尽传奇过往。这里流传着万首长江歌咏，萧萧下的无边落木，提不住的两岸猿声。千百年来，我们如激荡之水，可行千里；我们如雄起之鹰，当志广大。时余出水兆丰年，天地生机。 谁在祈愿？何必将军是丈夫？是谁耿耿丹心朝日月？四百余兵聚一堂，又是谁奏响了时代最强音？山重水复，峡谷丹心。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，邀您一起成古拓今，锚定未来。